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家好，我是安宁。我们通过四节课学习了五十音图的平假名和片假名。日语是和的语言，和叫做哇，也就是平和的、圆润的、融合的。我们今后还会通过这条主线学习语法。在发音上，和也就是哇，引出来的发音时，嘴型要小，变化少，也就是嘴不要张得太大，嘴稍微闭上说话，或是嘴唇稍微撅起来说话，会更加符合日语的和的特点。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五十音图。五十音图是日语学习最大的帮助，五格一组的叫做行，第一个假名就是行的名称，阿行、卡行、撒行，一共有十行。行掌管的是单词记忆，在单词记忆当中，发音和形状引出意思。五十音图的汉字起源就是字形引出意思的意思。假名的发音也会引出意思，就像我举过的这样的例子，麦当劳是从发音起的名字，金拱门是从图形起的名字。十个一组的叫做段，第一个假名是段的名称，阿段、一段、乌段、 A 段、O 段，一共五段。段掌管的是动词的变形，我们在语法部分会深入学习。日语的发音分为主要的发音和附属的发音，主要发音就是五个掌管嘴型的元音，啊、一、u、e、o 和其他的辅音组合后的发音，一共五十个，叫做五十音图。其实，在奈良时代是62个音，到了后来的平安时代，大和尚为了念经而创造出来了五十音图。现代日语呢是46个音，附属发音还有六种。两个音拼起来成为一个发音的叫做拗音，发音不清楚的音叫做浊音，发音急促而强烈的音叫做促音。感觉汉语发音很重，所以在汉语的发音上添加了其他音的叫做重音。在发音后面添加嗯的是鼻音，日语叫做波音。把发音拉长的叫做长音，一共六种。我们今天学习前四个附属发音。下面的这张图是各个假名的罗马字的写法，有些假名的罗马字标识有两个，括号里面的是常用的。我们先学习拗音，拗音就是呀、ゆ、よ和一些一段里的音，比如 ki、si、chi、ni、hi、mi、li 都在一段里，对吗？它们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发音，就叫做拗音。一共21个轻拗音和5个浊拗音。ya、yu、yo分别都要写在右下角，大小是一个字的四分之一。我们先学习第一组 ，kya、q、q。片假名的写法和平假名的写法一样，都是在右下方。我们的 PPT 里用的这个片假名的写法有些过于向下，自己写的时候可以把 ya、u、yo 再往 k 的右面写。按照上面的平假名的写法就可以。我们再来念一下 kya kya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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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a q q kya q q。 今天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单词是客人，
汉字是克，这个单词是印度的单词，也就是完全从汉语来的单词，发音就是汉语。还有一个是训读的单词，也就是每个假名都有自己的意思。今天学的克是印度的单词。客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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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就是客，哭是重音。如果说到礼貌的说法，前面要加哦，后面加桑。需要注意的是，桑是弱尊称，还有比桑更加尊重的。还有就是桑不是什么后面都能加，也就是说你不要随便看一个单词在后面加个桑，要学会模仿而不是自己创造。哦卡哭桑桑，这个就是播音，我们是下一次再学到。お客さ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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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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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客、お客、お客さ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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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客人。下一个单词是黄瓜，日语里的汉字是胡瓜，胡是西域民族的称呼，汉语中带胡的东西都是经过丝绸之路传来的，比如胡芹、胡桃、胡萝卜、胡瓜等等。胡瓜的发音后来变成了黄瓜，就像有一道东北菜叫做锅包肉，其实最早的时候叫做锅爆肉，爆炸的爆。黄瓜 ,kiwi, kiwi, kiwi, 其实 wuri 是瓜的意思。这个 q 就是胡，胡其实念成 ko。那么它呢在这变了一个音，然后呢你就把它拉长就行，叫做 kiwi。记不住的时候你就想，哎呀它的起源可是有点道理呀。Cutie, cutie, 可有理呀，可有理。Cutie, cutie。下面的单词是今天，汉字写作今日，还是拖一个长音。Kyo, kyo, kyo。这里面的呜是个长音的标志，下次我们学到发音时把它拉长。 Q 今天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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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瓜 Curry 嘴要闭上 Curry 今天嘴要稍微张开 Q Q Q。好，我们学习下一组。虾虚削虾虚削削，不觉得削就特别像是这种江浙话，也就是说特别不像北方话。小的时候看这个抗战的片子，然后这个日本鬼子就说你说不说，然后你就说你削不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这种模仿就是特别重要的一种学习，叫做削，所以日语里边嘴型变化少，嘴张的小。虾虚削虾心虾心，照片汉字是写真，这个嗯还是播音。写真写真写真。下面的单词是司机，汉字写作繁体字的运转手。運
天许文天许文天许播音我们下次再学。在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播音是辅助的发音，所以要把意识放在前面的发音上，它叫做问问问，嘴不能变形，不是问，是呜呜问问问 ten ten te te ten， 主要是发 te 的音，不是汉语的 ten 或者说 wen 这样的音。 ten ten wen ten wen ten， 不是 wen ten， 是温天，温天许，你就嘴闭上就行了。温天许，你的嘴自然闭上就感觉到这个音就出来了。温天许，温天许，温天许，温天许。发日语的音的时候，尤其是北方人，一定要注意嘴要矜持，嘴型小。变化少，换一句话说，你把嘴闭上，发日语的时候就好听了。文天许，不是文天许，因为我就听过这样的发音，非常难听。文天许，文天许，发音一定要模仿，模仿的越好，你的外语就越好。其实日本人在说我们外语好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模仿的好。温天许，温天许。接下来的单词是字典，汉字写作繁体字的词书。辞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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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書。辞是词，書是书，辞書。辞書，辞書。下面我们学习下一组。恰，去，秋，恰，去，秋，恰，去，秋。お茶，お茶，就是茶，茶，恰。恰，哦，是接在名字的前面，表示礼貌或者文雅的。哦恰，哦恰，哦恰，茶，同时特指日本茶。日本最有名的茶庄就是图上的伊藤园。哦恰，哦恰。下面的单词是一个副词。ちょっと，ちょっと，意思是稍微一点儿。ちょ，从翻译上听是巧，小巧，就是小的意思。ちょ后面的小的つ是促音，发音的时候要强烈，也就是把前面的ちょ发完了之后憋一股气，再发后面的と。换句话说，表示促音的这个小的ツ是不发音的。ちょっと，你练习一下。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ちょっと，是不是感觉到很强烈？不是ちょっと，不是ちょっと，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ちょっと，ちょっと，所以这个促音呢，还是占了一拍。但是这一口气憋住了，发出后面的音的时候，感觉很强烈。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と，利用了右脑的凭空想象，就是特。ちょっと，巧特，就是稍微一点儿。如果利用了左脑的逻辑思维，と，就是通通地的通，是个助词，意思是和。
引号，还有副词的标志。和不就是通通的，引号不就是通通的引用吗？我们还学过其他的表示一点和稍微的副词，ちょっと最口语，少し语气适中，やや最正式，ちょっと少しややちょっとちょっと少し少しやややや副词修饰形容词，ちょっと暑い，有点热，ちょっと蒸し暑い，有点闷热，ちょっと高い，有点贵，ちょっと太い，有点粗，有点胖，ちょっと臭い，有点臭，ちょっと深い，有点深，ちょっとひどい，有点过分，有点严重。下面是にゃ、にゅ、にょ、にゃ、にゅ、にょ、にゃ、にゅ、にょ、ひゃ、ひゅ、ひょ、ひゃ、ひゅ、ひょ、ひゃ、ひゅ、ひょ。一百，ひゃく、ひゃく、ひゃ就是ぴゃ，就是百，后面的哭是一个重音。日语把一百说成是百，不说一。ひゃく、ひゃく、ひゃく、ひゃく，一百日元，写作百元。ひゃく、円、ひゃく円、ひゃく円。你没觉得我这个发音里边有一的音吗？因为日语作为货币符号是 yen， 所以发日元的这个原始不能像其他的发音发成 n， 而是要有一的音，但是又不能特重。n， yen， yen， 就是单独读的时候啊不太好读，还是要结合在一起。ひゃく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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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ひゃく円，是ひゃく円，就是这个舌头的平面要稍微向上，不是ひゃく円，是ひゃく円，就是舌头要往上一些。ひゃく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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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ひゃく，百元，一百日元。ひゃく円，日本的货币分为三种纸币和六种硬币，一万日元、五千日元和一千日元是纸币。一万日元上面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福泽谕吉，五千日元是24岁英年早逝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女作家通口一叶，一千日元是明治维新之后的生物学家野口英世。在2004年之前，一千日元上是日本的文豪夏目漱石。日本的硬币有500、100、50、10、5、1、6种。50日元和5日元中间都有孔。我侄子小的时候，他把5日元吃进去，卡在这个喉咙里。叫急救车去医院之后，医生说幸亏吃的是5日元，因为中间有一个孔能够把它勾出来。还有就是在日本到寺庙和神社参拜的时候要投钱，一般都要找出5日元，因为5日元、5元和有缘发音是一样的，要跟佛祖结善缘的意思。5日元、5元
叫做 Goin Goin Go 是五 N 是圆 Goin Goin 感觉没感觉到这个一稍微有一点有，但是也不能发出 Goin， 所以这就是日语的难点，就是矜持 Goin Goin。下面学习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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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旅行旅行旅行乌是长音，溜是旅，行发成了 call， 溜 call， 溜 call， 溜 call， 感觉读这个音的时候嘴没有动吗？溜 call， 溜 call。下面学习浊音，五十音图里的主要发音的咔行。撒行他行哈行变为浊音，一共是25个，还有副首的发音恰行虾行恰行虾行变为浊音，一共15个。浊音分为浊音和半浊音，浊音的标志就是在假名的右上角点两个点，半浊音的标志是在假名的右上角画一个圆圈，类似爆破音。我们学习第一组 ga gi gu ge go ga gi gu ge go， 需要注意的是这五个假名，就这五个假名用作第一个发音的时候读作 ga gi gu ge go， 但是用在后面的时候有时候会非常的浊，就是不清楚，读成 nga ni ngu nge ngo。 第一个单词是留学，留学，留学，你读一下就会发现特别的生硬，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嘎，留学，留学，这里的嘎就不是第一个发音，所以不能够读成嘎，特别重的嘎，要更加的浊，留学，留学，留学。留学，留学，留是留学的留，啊就是汉语的学，哭是重音，日语的学就是汉语加上了重音的啊哭，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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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但是呢不能够把嘎发得太重，也就是留嘎哭就像是一个蹦豆似的就不行，要圆润，留嘎哭留嘎哭，留学生留嘎哭塞留嘎哭塞留嘎哭塞，塞的这个一也是个长音，留嘎哭塞留学生，留学生，留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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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哭就要发的稍微快一下了。学生，这里的嘎是第一个发音，就要读成嘎而不是啊。学生，学生，留学生。
留学生，留学，留学。下面的单词是金和银，金是清音，银是浊音。金 ，king，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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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ging， ging， ging， ging。日本在90年代有一对双胞胎的长寿老人，都活到了107岁，名字就是 King san 和 Ging san， 阿金和阿银。说到日本是长寿的国家，主要是空气、水和饮食结构的原因。我们知道日本的饮食是以鱼类和蔬菜为主，饮食清淡，没有特别重的口味，对肠胃刺激小，这也符合了柔和的和的文化的特点。King, King, Ging, Ging, King san, Ging san, King, Ging。 下面的汉字写作语学，意思是语言、外语、语言能力、外语能力。日本人总是评价中国人的外语能力非常强，用的就是这个词。語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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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也可以这样读，但是不要把第二个这个嘎发得太重，就像是崩豆了。語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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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都可以。强叫做強強強強，两个结合在一起说语言能力强，中间还需要再加一个表示主语的助词，就是が。以后我们在语法的部分再去学它。我们今天呢，先学习这个短句。語学、語学、語学が、語学が、語学が強い。語学が強い，或者語学が強い、語学が強い、語学が強い、強い、語学が強い、語学が強い、語学が強い。就是说，这个两个嘎，你怎么样发都行，只是不要发的嘎太强烈。語学が強い、語学が強い，都可以。下面的一组是ザ、ジ、ズ、ゼ、ゾ。ザ、ジ、ズ、ゼ、ゾ。ザツ、ザツ。不是ザツ、是ザツ、ザツ。汉字是杂，意思是糙、不细致、不拘小节。词性是形容动词，也就是形容词的一种，只是长相不一样。形容词以一结尾，形容动词没有一，就像是一对双胞胎，都是形容词的作用，只是因为长得不一样，所以起了不同的名字。杂词，杂词，杂词，杂词。下面是自行车，汉字写作自转车。自転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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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転車。车就是車，自転車。在日本是不能够随便停放自行车的，否则会被拖走。一般拖走的时候都会在自行车停放的地上贴一张纸条，按着纸条上的地址带着罚款去指定的地方取车。自転車，自転車。下面的单词叫做添加灾难，加灾，
卡泽，卡泽，卡泽。汉字写风的时候是刮风的风，写作风邪的时候是伤风感冒。卡泽，卡泽，卡泽和苦死了的苦死里加在一起构成复合名词。卡泽古死里，卡泽古死里，卡泽古死里，就是感冒药。苦斯里接在其他名词的后面需要变成浊音，也就是浊化。古斯里，卡泽古斯里，卡泽古斯里，卡泽古斯里。日本有很多药妆店，很多游客到日本购买药品。其实不是所有的药品都适合于中国人，比方说有一些治疗痛风的药，经过大量人群的测试，吃了这种药会得白内障，但是其中表明欧洲人和日本人吃了只会出现2%的副作用，而中国的汉族人却有80%以上的副作用。这种情况说明了不是日本的所有的药品都适合于我们，购买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下面一组是打击滋得多打击滋得多。需要注意的是击和击，也就是西的浊音和七的浊音发音是一样的，但是罗马字输入不一样。西上两个点是 JI， 七上两个点是 DI。还有滋和滋发音也一样，就是斯的浊音和呲的浊音发音是一样的，罗马字不一样。斯上两个点是 ZU， 呲上两个点是 DU。 看日剧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ダメ这个词，意思是不行不可以，从谐音上和中文的倒霉很相近，倒霉不就是不行不可以吗？ダメ、ダメ、ダメ。下面是哈爹，发音和汉语的花大、发达相近，所以意思是花哨、热闹、突出。汉字是假借字派手，假借字的意思就是汉字没有意思，只是发音。哈爹，哈爹，哈爹，哈爹。下面一组是八、比、不、百、波，和半浊音的八、比、不、拍、破、八、比、不、拍、破、拍、比、不、拍、破。现在国内有一家涮肉叫做虾补虾补，就是来自日语的虾补虾补、虾补虾补、下步下步。接下来的单词是散步，日语叫做散歩、散歩、散歩，不是三，是散，散歩、散歩、散歩。我们下次在学播音的时候会细致的学习散歩、散歩。下面学习的是家、牛、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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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牛、牛。
家、居、居。日本的锅贴叫做餃子，餃子，乌是个长音，餃子，餃子。在日本，如果第二天有正事儿，头一天就不吃饺子，因为日本的饺子馅儿里边有大蒜，日本人觉得这种味道第二天还是散不出去。餃子，餃子。那跟日语的饺子发音很像的是什么呢？饺子，是不是特别像饺子？饺子，饺子，不是饺子，是饺子，意思是做得好、说得好、写得好等等。我们曾经学过它的反义词，叫做做得不好，就是害他，害他，害他，害他。那包子是什么呀？脖子，脖子，就是秃头、秃瓢，没有头发的脑袋就像是个包子。脖子，脚子，这个记忆法就是利用了右脑的凭空想象。脚子，脖子，发音的时候嘴都要闭上，不能张得太大，如果张得大，变化多，一听就是我们中国北方人的发音，饺子、包子，我就听过有人这样去发音的。饺子、脖子、黑他、黑他。下面学习家、居、居、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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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居、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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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学习促音。促音的标志是小写的つ，小的つ就叫做促音。促音不发音，而是把前面的音发完之后憋住一股气，再发后面的音。所以促音听上去强烈，罗马字输入时后面的假名的第一个字母要输入两次，比方说 kipu， 促音后面的 pu 就要输入 ppu， kipu， 感觉这种憋着了吗？不是 kipu， 是 kipu， 不是 kipu， 是 kipu， 感觉这种憋了一口气吗？顿一下，憋一口气，因为促音也占一个音节。keep keep keep， 意思是票、车票。keep， 下面是肯定、一定。kido kido， ki 是金属的 king， to 是特别的特，金属特别锋利。就是切断、断定，引申为意思是一定、肯定。きっと、きっと、きっと。这个きっと表示的是推测的一定，比如一定会下雨等，不是表示愿望的。きっと、きっと。最后我们学习重音，重音分为前重音う。和后重音 ku ki tsu qi， 重音就是来自汉语的音读的单词里边，感觉它发得很重，所以添加了一个音。前重音的单词只有两个，马、梅。马叫做五妈，五妈，五妈，因为马。日本人觉得这个嗯听上去很重，所以就用了一个假名乌来表示。乌妈，乌妈。梅花就叫做乌梅，梅就是梅，乌梅，乌梅，乌梅。日本的九州岛的熊本县
有一个特产是生马肉，汉字写作马刺，就是刺身的刺。巴萨西，巴萨西，巴就是马，萨西就是杀得很细，就是刺入的刺。巴萨西，巴萨西。下面的单词是我们吃火锅时上面浮起来的沫子，日语的汉字写作灰汁，叫做阿哭阿哭阿哭。阿是邪恶的恶的发音，哭就是重音。阿哭阿哭。最后一个单词是中国，中国中国。中是中，国是国，其中的哭就是重音。中国中国中国也可以，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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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我们学习了六种复数发音里边的四种，拗音、浊音、促音、正音。下一次我们学习拨音和长音，其实今天我们已经接触了一两个，每个假名分别写十遍，学过的单词写五遍，多念多听，在单词当中记忆假名是最有效的方法。祝大家学习愉快，下次再见。お疲れ様でした。さようなら。